就说我老婆带我来挑小姐，来体验看看，体验洗头，越南的剪指甲，很有名的地方。这间其实是韩国人开的，可是它里面的服务啊流程都是越南传统的。还会看到很多韩国人，这边其实很少有女生呢。You have your trip right out of this wicked black and into bright sand, straight toward the warm sun and into his hand. 还拍吗？拍没有关系，但是不要拍到就是服务生的脸或者哦，好，好。上刮胡泡，等一下要刮胡子。六年啊，六来啊，拿粉丝。八粉丝。对，八粉丝。现在八粉丝。对。好。那把我在招聘之前能够干。Ready on this wicked black, I feel the sad sad right under the warm sun and in his hands. I let my feet roll. I'm breaking your arms, I lose control. Hair 好的嘞，很痒，但还蛮舒服的。它是很大只、小只、中只，可以用。大器具，就你帮那个人什么时候会这样挖，然后就是哇呀呀呀呀！我第一次给人家挖耳朵。对啊。就，很痒哎。对啊，会有点紧张，第一次做会有点紧张。其实就有点舒服，又有点就一直痒痒的这样。嗯，对啊。我们现在要来洗头，然后他洗头超好笑的，他居然是这种很像音乐的椅子。When I get there, I'll know the answer. Let me know, let me know. When I get closer, when I get closer, let me know when I get closer. Open up the sky for me. When you say I'll dig much deeper, I will shout.终于知道为什么很多男人都要来越南，超冰的，哦、冰岛，叫他安安就行了。等我，等我，南瓜。他你不讲话，他是冰岛。对，它是冷的，不是冰的。哦是哦。对。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不讲的话，人家喜欢就是稍微、哦、太热啊，对啊，太热了。Every now and I get closer, open up the sky for me. When you say I'll dig much deeper, I will shout. 好痛哦，还好私下不会太痛，蛮舒服。然后不会，就不会像台湾什么吹什么造型卷的啊，什么之类的。啊，最后给我一杯咖啡。对，我觉得可以来体验看一下。如果你来越南的话，我觉得还不错，因为它是就是特有他们的服务。对，就比我们台湾好的地方是它全程都会帮你按摩，然后台湾不是啊，就是加按一下肩颈之后就结束、啊啊。可是我们台湾的洗头是会洗比较久的，然后他这边洗头的话就是简单，就是以洗头的技术来讲的话，到我们台湾很好。然后如果是按摩的话，服务当然就是这么。真的吗？我觉得他洗头技术很不错的，只是他就是洗。我觉得人就是有差吧。对，就是洗干净了。对，然后他那个修指甲，反正整套服务都有。你刚刚没有动到做到脸，对不对？对，他做脸怎样？他。就没有男士修容，他就是会帮你把眉毛修干净，然后鬓角，
杂毛也是杂毛帮你修掉，然后胡子帮你刮掉。皮肤现在好好的这样子。对，然后最后会帮你稍微清洁一下，然后上面，因为刚刚大家应该都有来到我上面，然后现在整个皮肤超好，然后这边都没有杂毛，然后额头的杂毛全部帮你刮掉，很干净，然后剪指甲。超快！其实我觉得他那个 前面就是一直服务都不错，然后最后吹完头发，他是叫因为没有位置，然后他就是随便叫你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拿一个吹风机让他吹。哦，对啊，吹半干这样子。对啊，你要吹全干的话，可以跟他讲，就跟你讲。洗头吹头就吹，他会帮你折来折去啊，凹来凹去啊。对，我是没有凹来凹去啊。好，等一下要再去晃一晃，就这样喽，拜拜。好，我要补充。好，我要补充啊，就是因为刚刚，其实我们刚进来的时候呢，店家是禁止我们摄影。对，因为老板说，就是好像他们店长，对，店长说之前有人来拍影片，他们是很乐意的。但是呢，因为你拍，放到网络上就开始乱讲一些很奇怪的话，就对了。OK， 比如说这边是做黑的、啊、还是什么，但是其实。你看我们两个体验下来，它就是整个是很正常的一个，就是一个服务，对，所以可能只是店家要求他们的员工可能需要穿的比较性感一点来吸引客人，但这可能就是他们一个当地的特色，对，但是不代表说穿这么短他就一定是做一些不正常的服务，对，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些比较正常的观念，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因为毕竟影片随便拍一拍，拍完之后你想要怎么写怎么讲，对别人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和伤害。对，所以我想要补充是特别澄清一下，因为后来我们有跟店家沟通说我们是要记录生活，对，他其实也蛮友善，就让我们拍了，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特别讲清楚。好，那就先这样喽，拜拜。买超多。他买到那个老板娘笑到合不拢嘴。这可能是他卖好几。